谢皇上。今天朕要陪王后娘娘去御花园赏花，祝爱卿陪朕一同前去。李渊来了没有？李渊呢？李渊呢？唐国公到！罪臣李渊叩见皇上。李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 罪臣教子无方，以致犬子冒犯了龙颜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治罪。李渊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，你把朕都闹糊涂了。昨日球技大赛，犬子失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他居然踢赢了皇上，实属无礼。李渊代其领罪。这，你说什么？球技大赛？ 朕什么时候参加了？啊！国公大人，你竟敢污蔑皇上！昨个球技大赛，我和万岁在场外观看，根本就没有走开半步。啊、这……李渊，你血口喷人，竟敢污蔑皇上球技不如你儿子，是何居心呐、啊？皇上的球技，天下无双，人间第一。 皇上要去下场，十个李世民都不是对手啊！对，李渊，李渊，你表面请罪，暗地里污蔑，你到底居心何在？李渊，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污蔑皇上，你该当何罪？嗯，是啊，哼哼，说。皇上，您就放过国公大人吧。你让朕饶了他？哎呀，皇上，您何必和自己的表兄弟计较呢？再说了，您不是答应臣妾？ 今天陪臣妾玩个尽兴了吗？嗯，啊，好吧。李渊，这次就算了。起来吧。谢皇上隆恩。你陪朕一起去御花园赏花。国公大人，真会演戏呀、啊。启禀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 今天朕要陪王后娘娘去赏花，不谈国事。此事关系边疆安危，臣不得不奏。什么事这么严重啊？说吧。西突厥可汗遣使入朝，请求皇上封王。啊？封就封吧，命吏部大臣前去宣旨。西突厥使说，派遣大臣封王，不能显示天朝诚意，要求派遣皇亲国戚以示尊重。哼，他们。 竟然敢跟朕谈条件，难道他们想造反不成吗？可是皇上如果不肯封王的话，西突厥势必会入侵呐、啊。哼，他们还以为朕怕他们。臣启皇上，西突厥兵马强壮，是我西北之大患。如今国内叛贼纷起，朝廷忙着平定叛乱，此时此刻万万不可得罪西突厥呀。微臣以为。 还是以封王为上啊，李渊，你说呢？臣以为宇文大人言之有理，一道封王圣旨，若能保持边疆和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个西突厥要让朕的一位皇亲国戚前去，如果这样的话。 那么朕的亲人会被扣为人质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……万岁，担此重任者，非唐国公莫属啊！李渊，国公大人乃皇上的表兄弟，那是真真正正的皇亲国戚呀、啊！是，你说是吗？唐国公身经百战，可堪大任呐、啊。 国公与突厥人交战多年，知己知彼，最为合适。对呀，说道理，有道理。嗯，李渊呐，那这次就辛苦你一趟了，啊！国公大人，那就有劳您了。国公大人，这是皇上和娘娘对你的厚爱。恭喜国公啊！恭喜国公！恭喜恭喜！好了，李渊，爱卿。
既然王后娘娘都说了，那就有劳你了，出使西突厥吧。臣一定不辜负皇上的重托。呀、啊，你看你踢的这场好球，大哥，你老说赢了皇上一球没什么了不起，现在看到后果了吧？我哪知道皇上他心眼那么小啊！如今爹要派去出使西突厥，这一来一去千里迢迢，生死难卜啊！怕什么？我送爹去吗？你懂什么呀？爹这一走，所有李家军全留在京城，爹等于被架空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没了。这是宇文化及的釜底抽薪之计，你懂了吗？那我叫爹别去吗？那更不行了，如果爹不去的话，那就是欺君犯上之罪，你说皇上能饶了他吗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现在倒想起问怎么办了？踢球之前为什么不问问？那我去向爹请罪去。别去了，爹现在正烦着呢。大哥，以后不踢球了，把腿砍了。大哥，你呀、啊、你在干什么、啊、娘，你这个做大哥的就用这种方式来管教弟弟啊。娘，孩儿知错了。还有你，目无尊长，以下犯上，你爹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娘，对不起。你爹找你们说话，跟我来。大哥，是我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吧。爹，都是我太莽撞了。我已经暗中通知了韩将军，让他把军队化整为零，连夜撤出东都。你们两个也一起离开。爹，这是为什么？不要多问了。你们两个回到太原以后，立刻把李家军重新组织起来，以备万全之计。爹，你跟我们一块走吗？出了这种事情，我能走得了吗？事情是我惹出来的，我留下。皇上要杀要剐，我随便吧。你给我住口！不是因为你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。这事儿啊，也不能全怪世民。皇上，他早有这个打算了。淑德，虽然你跟皇上是姨表兄弟，可是你手中握有金兵良将啊。在他眼里等于是啊芒刺在背，他早就想把你这根刺拔出来了。这么多年来我小心谨慎，忍辱负重，就是为了让他不要有什么借口，没想到这一次，天要亡我李家呀。不会的，只要我们李家有建成和世民在，谁也亡不了我们李家。他们兄弟在哪儿，我们李家就在哪儿。建成，你是大哥，李家的将来就指望你了。世民，记得你要听大哥的话，多帮着他点儿，明白吗？娘，爹，你们放心，只要李家军团回到太原，我相信没人敢动爹一根毫毛。我和你爹就是这个意思，只要我们李家上下一条心，哪怕是皇上也要怕我们三分。爹娘，那我们走了。嗯，世民，走吧。等一下，爹，我留下来陪你。快走，爹。走吧，世民，爹，走啊。